数位双语学办啊，教育部的资科司的数位双语学办呢，然后第一次来到彰化县的北斗国小啊，然后来这边呢，让我们的大学办跟小学办第一次的相见欢的活动。我们平常呢，由大学办跟小学办呢是透过线上的方式，然后大家呢，平常就是教英文。那我们学校的主要的是主轴是医护类的哈，所以我们是用平常都是跟健康教育类的，让小学让我们的小学生呢，从小他都可以呢去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的习惯啊，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学了英文，学习中文啊。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呢，也非常感谢北斗国小，北斗国小是我们这次数位双语学班计划当中呢人数最多啊，也是支持我们最有力的一所学校。所以我们这次呢就选择在北斗国小呢跟我们的另外一个伙伴学校明星科技大学，我们一起呢举办了这个相见欢的活动啊，这是第一次的一个活动，那应该过去从来没有办过啊。我们也希望，可是我们希望日后呢可以年年都办啊，每个学期都办一次，我们希望让这个活动呢圆满顺利。英语数位学办这一个计划，那我们学校大概有100的学生参加这个计划，由长庚科技大学跟明星科技大学，他们的大学办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学习英文啊。那我们每个礼拜大概有180分钟的学习英文，那一个老师是对5个学生，所以等于是出了 A B C 的等级啦。那所以小朋友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之下呢，他更有时间可以说英文、听英文。那我也相信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小朋友对学习英文会更有兴趣，当然也额外学到了一些健康的资讯，或者 SDGs 就是循环经济或者循环农业等等的概念，我相信这个对他日后的人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有，你们等一下去集合的时候帮你们写上去，对，对，一般，好，我等一下帮你们写，谢谢，有好不好？